名人搜身，Ella 带十双环保筷，贤惠自备洗碗巾。这位一身大红笑得这么开心的，就是五月即将出嫁的 Ella。今天呢，就是由我来被你们搜身，但是你们没有办法touch 到我本人，所以我就要为大家服务，就是我要touch我自己。助燃器不要自摸了啦，赶快办正经事。首先呢、啊，这是我的包包啊，很软的一个皮，很软很软啊，这么软这么软这么软，好，就是这么软的一个皮。这个是我的一个化妆包，那里面呢会放护手霜啊、护唇膏啊，还有指甲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你指甲溜穿的时候会非常的不松快。提到未婚夫就羞答答了。然后护唇膏一定要的，而且这个护唇膏是我未婚夫他们家的。 Ella 还没当妈，就像个妈妈一样照顾身边伙伴，随时准备环保筷四双。这里面有看看，一双两双三双四双五双六双六双，所以我一共带了十双的环保筷。然后最酷的是还要带什么呢？带洗碗巾，自己带哦，用那种旅馆的那种有没有洗发乳啊，什么润发乳那种小小罐子装洗碗巾。嗯，看来他已经懂得勤俭持家，当然理财也不能少。我的钱包，这个呢是我香港同事送我的生日礼物，这里有一个我的名字，它里面的那个功能很多，所以我可以放很多的卡。这个真的很妙。这个不用拍太细啦哈，这个是我姐姐写给我所有的账号，然后还有我每个月要转账的钱啊，然后还有那个电话号码，就是我都会提醒自己每个月要就是理财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开始要渐渐走入家庭，因为那个掉了不就是还好掉了我再问我姐就可以了。苹果的新闻，姐姐一起嫁过去好啦，报道。